快看，这是个什么？这是个啥呀？咦，不好意思，刚才拿反了。这是一个小和尚吗？手上还拿着一个权杖。我去，居然可以拆下来。这个权杖我怎么感觉像是雅典娜的呢？怎么会在他手里呢？这个小和尚感觉好丑呀。不过以我的经验，这里应该还少一部分，看看这附近能不能发现别的。这些是什么？这好像是什么虫子的卵呀。这也没什么发现呀，看看这块大石头的下面。又发现了。我去，跑得挺快。看看这是什么？这一小块应该是装在这里的，这一部分应该是安装在这里的，但是这里似乎还少了一块呢。这应该是一个帽子。再找找，没有了呀。不会是刚才被水冲走了吧？不过应该不影响，这个样子放，从前面看是不是看不出来帽子有瑕疵？不过这帽子也太容易掉了，我老感觉这里应该还有东西，我没有找到。这里面是什么？倒出来看一看。这好像是帽子上缺失的那部分，跟那几个是一模一样的。看这个样子，帽子就完整了。这是个什么东西？看样子这就是我一直在寻找的那一部分。哈哈，果然装上了。这个位置应该是直接插进这个孔里的。戴上帽子之后，小和尚竟然这么好看，现在帽子也不掉了，这么拿都掉不下来。你们说这个小和尚我要不要带回去？还是算了吧。你们看，把小和尚放在这里是不是非常的完美？